尊敬的啊，诸位法师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上次学习到啊，第20愿啊，临终接引愿，这个阿弥陀佛。啊，是接引导师啊，那这一愿啊也是很重要啊。我们读一下经文啊，不以善根为相，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啊，这一段愿文啊，一开始是啊，复以善根回向。所以，这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是回向求世间的福报，啊，所以是一个方向，极乐世界，啊，一个目标啊，见阿弥陀佛，啊，念佛的人呢，对世间还有。所求啊，就是留恋娑婆了。啊，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了。哦，所以《无量寿经》经文有指导到，亦无希求，希求就是有所求了。所以希求是喜欢呢，不希求是讨厌呢。这个讨厌呢，是因为求不到了，所以产生讨厌了。啊，恨从哪里来的？啊，你没有爱，哪来的恨呢？哦，所以讨厌。啊，我们有很讨厌的人事物啊，也是留恋娑婆啊，这个都是爱憎情执在起作用啊。这是黄念老开解的很精辟啊，所以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讨厌的人事物啊？哎。你有讨厌的，有喜欢的，就不能随缘了，啊，你就被他们牵着走了，情绪随着起伏了，啊，好，所以不能留恋世间啊，都是要心心回向极乐世界，啊，愿生我国啊，啊，一心念我。一心是真心啊，至诚的心，念阿弥陀佛啊，而且是昼夜不断啊。我们也有见到啊，年长的同修啊，70几了，80几了，哎，子女也学佛，护持他。啊，他都不用担心子孙了，哦，那这一段经文提醒了，一心念我，昼夜不断。哇，那这个老人家都不用操心子孙了，有没有福报啊？很有福报啊！啊，很多人年纪很大了。
还得赚钱给子孙的都有啊，常常子孙来给他要钱人在福中啊，要知福有福报的时候要一心精进修行这是真正珍惜福报了。哎，结果呢？他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那不是自寻烦恼了。哦，包含这个每天还要发微信say hello。你说年纪这么大了，常常还要发短信这个有没有一心念我，昼夜不断呢？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不简单，要符合这个阿弥陀佛的愿文就跟他的心相应了。大家想一想呢，一天看手机还得看几十次怎么昼夜不断一心念我？修行人不能随着自己的认知要随着经文这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所以我看到不少长辈常常还在那里发短信得找机会互念互念你又不是还要办很多世间的事情这个中年人他要承担一些责任当然你在承担责任的过程要用对心比方说。你有当爸爸妈妈的责任但在尽责任当中也要用对心不然在尽责任当中，情执越重，控制要求越厉害，那就不善修行了。所以即使我们现在社会比以前复杂多了，责任也比较重所以往往修行很关键的时候是在退休之后在这个时节因缘，再不分秒必争修行那要有把握是不容易的啦。退休了，多大年纪了？海鲜岛上有讲这个佛也不是念一天念一个月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念得相应的。我们自己检查检查静下心来一念佛。很想静妄念很多当然这些妄念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尽这些责任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担忧伴随着起来看到这些妄念提醒自己担心没有帮助，不要感情用事，爱不重，不甚娑婆我们的感情太丰富了，要懂得用理智了，
这些念佛当中起的念头啊，都要懂得以理则情啊，用理智啊调伏这些情绪。啊，哦，就像跟大家也探讨过了，哎，我们去担心家人呢，对他有没有帮助？对他没帮助，有害处啊。父母子女连心呢，你操心他，他接收到了，他心也不安呢。哦，像承德啊，出来推广传统文化，哦，我母亲说交给阿弥陀佛了，啊，他不操心我啊，我的心就很定。真的是莲心的，哦，所以思维清楚了，不要乱操心，光是这一点就不简单了，修行要改性格啊，这常常会操心也是一种性格，这种乱操心呢，在哪里看得出来呢？晚上一躺下去睡觉，看脑海里冒什么？啊，冒的都是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挺好的。好，啊，你在这种景象当中入了梦乡，很可能会梦见弥陀，是吧？啊，假如一躺下去，哇，好多人事浮现出来了。啊，这个代表性格会操心了，啊，要改啊，性格想明白了，操心没用，念佛给他们回向，对他们有大帮助，啊，转世成智啊，转情世为智慧啊。哦，所以我们年长的人呢，家里都不反对你念佛，还护持你啊，这是福报现前，大福报啊！要珍惜啊，不要自己又在那里瞎操心了。要昼夜不断去用功了。才能跟弥陀啊。感应道交了，啊，不然这些烦恼啊，或者看看手机，都把这个念佛的功夫给打断了，啊，所以老和尚说啊，他把手机给丢掉了，啊，诸位仁者，这句话讲给谁听呢？大家听老和尚讲修行啊，要注意一点啊。老和尚的根性比我们厉害多，他老人家都得这么做，修行才能得力啊。我们不这么做，没有得力的一天呐。哦，啊，当然，大家听到这里啊。啊，你还有家庭工作责任的，啊，不要把手机丢垃圾桶去了啊！啊，到时候家里找不到人，啊，急了老半天还报警了啊！啊，最后谁是罪魁祸首？承德法师啊！所以大家听法要听到那个依义呀。依那个义理，就是呢，修行人要做得了主啊，不能一直被干扰了。那知道手机对我们清净心的影响了，那你不能视而不见了。
啊，让手机对我们亲近性的影响越来越厉害，然后我们也没有采取什么做法，那这也是一种性格，叫摆烂，是吧？摆烂了，佛菩萨要加持，加持不上啊！啊，佛菩萨加持得上什么态度的人？勇猛精进的人。哦，宁为成功找方法的人。啊，懂得去突破自己的人，这个佛菩萨加持得上。这是孔子说的啊。孔子在《论语》里说了：“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呀。”啊，一个人遇到事情了，如之何就是该怎么办，该怎么面对处理。哎，他有这个态度，旁边的人才帮得上忙。佛菩萨才加持得上，一个人得过且过了，那谁也帮不上忙了。这种性格啊，跟阿斗有点像。啊，查一查，阿斗是12生肖哪个生肖啊？还是哪一个星座是吧？哦，有这种性格啊。当然，修行人呢、啊。啊，给人家算命应该是算不准的啊！啊，假如啊，现在一算，哎呀，怎么都很准了，那我们就白修了。其实改变命运呢，《了凡四训》当中啊，点出了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云谷禅师问了凡先生呢，汝应得科第否啊？应身子否？啊，了凡先生说他追醒良久啊，就他开始反省，反省进一步会改过啊，会改个性了，他命运才能改。哦，《了凡四训》还有一句话讲啊，能为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服，安得无数啊？哎，人不能到无心呢、啊。你每一年考第几名，你赚多少钱，都在命数当中。来领多少米？了凡先生领多少米都是被算准那人要无心啊，就是放下自我。一个人一放下自我啊，心量就开了，量大福就大。所以要改命，最重要要改心呢、啊。怎么改？念念为人着想，无我了，命运就改了。哦，所以《了凡四训》这句话很重要啊！啊，要无心，就是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为家人、为社会、为世界。所以学佛首先呢，扩宽心量啊。好，哦，那孔子这一段话，
其实也是讲得很重了啊。他讲到不懂得主动去面对解决问题的，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也。啊，就我也拿他没辙了，没办法了，就帮不上忙了。哦，所以自救者天救，自助者天助。啊，比方说我们被手机干扰得很严重了，我下决心啊，要调整。啊，年长的放下吧，这佛菩萨的加持啊，这些助缘就进来了。你放不下，被他控制了，就魔加持。哦，那一直被手机控制住了。就会感觉好像每一天呢，恶性循环，跳不出来，烦恼都没有办法减少时间精力啊，都耗损掉了。所以怎么用手机不被手机所控制啊，是我们现在修行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了。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呢。老和尚已经提醒我们了，这个净缘呢，手机这个净缘对我们清净心影响很大了。啊，怎么去突破？我们自己要看着办了啊。啊，我看我也得找个良辰吉日啊，这个一刀斩断是吧？慧剑断烦恼啊！哦，当然，修行人我看不用等什么良辰吉日啊，这叫当下即逝啊，这个是最好了啊。比方说要戒烟啊。挑什么日子最好啊？啊，下决心的那个日子是最好的了。好，啊，真心现前呢，这个感应是不思议的啊。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啊，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了。哦。这个过去生已经往生的亲人呢，都相聚了啊！哇，那度众生的力量就强了啊！跟这么多过去生的亲人一起配合阿弥陀佛度众生呢，大家有没有脑海里浮现那个情境了？哎，我们越去想这些情境啊，想往生之后的大利益这个求愿往生的心啊，就会越切了。所以李炳南老师有说两个世界的味道，有一次专题就是两个世界的味道啊。所以大家要体会一下这两个世界的受用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三苦八苦啊！大家尝得深不深刻啊？啊，还想再尝吗？哇，你看极乐世界，你看往生。即身我刹，做阿惟越致菩萨。你看，做阿惟越致菩萨的味道怎么样？啊，光想了就高兴的不得了了。大利益啊，在我们眼前呢、
而且又是万修万能去的法门呢，我们要掌握住了。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了，精虚于间，极深我刹，在138页，这个是讲往生速度这块，因为是阿弥陀佛来接呀、一念之间就到了。而且往生了，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圆正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个一般讲，位是入了圣位了，出果须陀洹。在大乘里面是初信位菩萨，位不退了。行不退呢，是不退菩萨行了。这行不退啊，再来念不退啊，那就是已经啊入了法身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这是念不退了。好，这圆教。初住就证道了，但是不称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是7地以上的通称呢、换句话说啊，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有断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跟7地以上的菩萨平等，这是不可思议啊，难信之法。一般研教的大德们呢，研究大乘经教的大德修行人呢，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哪有这样的人？什么功夫也没有，平平白白，一下就升到7地，哇，这还得了啊！这是圆教啊！你想想看，7地以下，大乘有52个阶位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接下来才是第40一个阶位啊。才是初地呀，初地、二地、三地，一下到7地，所以是十住、十行、十回向、10地，等觉，这是41位法身大师了。结果一往生呢？一下就超过这么高超了这么高啊，怎么能令人相信、令人心服？所以教下的人呢，不但不相信啊，也不服气。他们修行要修到这个境界呀，按照佛经一般讲，要修2个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到三贤位，所以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是从入了法身算起的，十住，那已经是念不退了已经是不起心不动念了。所以，第一个阿僧祇劫修到三贤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只能修7个位次，初地到7地。
八九十地呀、啊，三个位次呢是第三个阿僧祇劫才修满。哦，所以阶位越往上啊，就越难修。结果往生西方就等于超越修满两个阿僧祇劫，进入第三个阿僧祇劫。这个品位可真高啊！所以念佛法门呢，才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赞叹。没有比这个更快的，它不止快哦，哎，更稳当的，很稳当啊。这个念佛，真念佛了，阿弥陀佛遣25大菩萨随护其人了。这个魔不能干扰啊！末法时期，这个魔的干扰很严重啊！所以这个法门稳当啊，哎，更容易就是信愿持名肯修的都能修啊，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一生呢，圆满成佛了，所以偶益大师赞叹称之为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勋，弥陀之大愿呢，这三个力量啊，使你一下子就超到七地了。哎，这个还是有原因的哦。老和尚分析给我们听了而且是依据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来开解的心性之极致，所以阿弥这个《无量寿经》有说啊，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这个众生善根有没有包含我们自己啊？有啊，心性之极致啊！就像六祖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能生万法。”还有持名之奇勋呢！这一句万德洪名啊。勋是功勋呢，持名的功德不可思议，就像也是要解里面呢，给我们诠释的，你看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经里面讲，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啊？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我们48愿前面都学到了无量光，无量寿光明无量愿，寿命无量愿呢。这个阿是无啊，弥陀是量啊，无量好翻吗？本不可翻呢，但是释迦牟尼佛也翻了。他老人家用在一切无量当中啊，挑了两个无量来解说了，一个是光，一个是寿。光则无量光了。横遍十方，包含整个宇宙的空间呢。寿呢？寿是时间呢？数穷三际，这无量的时间呢，是吧？横跟竖就是
时间跟无量的时间跟空间完全融在一起了。光速交错了，就代表什么了？整个宇宙了，整个法界了。光速交错啊，就是整个法界体了。举此体作弥陀名号啊！啊，所以诸位同学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整个宇宙都念到了。啥都没漏哦，所以藕益大师说了禅宗1700则公案都在里面了啊，释迦牟尼佛所讲一切经教都在理许啊，一切诸佛名号在里面，一切菩萨名号在里面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啊。这藕益大师开解出来了这叫持名之其勋呢、所以这个名号功德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拿到我们因地修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叫他力派除了自力之外，还有弥陀的愿力加持，果教门呢。就从果起修啊，其他法门是修因得果啊，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啊。黄念祖老居士慈悲比喻让我们好体会他用馒头来比喻的一般要吃馒头呢，你得要选种子、播种灌溉啊、施肥然后。这个麦子成熟了，割麦子之后这个磨麦了揉馒头了，蒸馒头才出来才能吃这个是一般法门的念佛法门是直接吃馒所以它快呀，从果起修啊。即修即果了，所以藕益大师说：“持名故，善根福德同佛了，顿同诸佛了。”所以这个法门是顿，圆顿之法。所以这个是持名之其勋呢，还有弥陀之大愿呢。48愿在加持的，所以这三个力量使你一下就超到七地。这三个条件呢，只有第一个是自己的，自己真诚的本性，是用真心来发愿持名，不是妄心，是真诚心。哦，那这样念呢？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啊，念念佛。所以超越的这么高，这么快。念佛啊，绝对不是儿戏，要用真心。真心就是一心，清净心，平等心。不能用妄心所以念佛人呢，不能虚妄分别，不可以搞是非人我，更不能搞贪嗔痴慢那是不能往生的我们是要用真心念。用清净平等心念，那这个就提醒我们了，要把16个字放下，不然很难清净了。
哎，要把自私自利，要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放下了。啊，老和尚有一次开解了，要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呢，是指这个身体。哦，你太贪恋、太牵挂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心很难清净，就好多的担忧了。哎，我们看人，他生病了，他很挂碍这个身体。啊、哦，平常身体没事，担忧只。儿子啊，孙子都有啊。哎，自己身体一不舒服了，想的都是这个身体了。哦，所以五阴魔啊，啊，我们说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的，这个五阴。第一个是物质的色，就是这个色身的受想行识是心理。你看，就包含物质跟心理了。所以修行人呢，这个身体呀、啊，要放得下，不能牵挂不然也很难清净了。受是感受，啊，这种身体的感受，包含心理的感受啊，要慢慢放淡。啊，我们为什么遇到境界啊，常常佛号提不起来啊，情绪上来了，自我感受啊，很强啊。啊，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念佛人呢，自我感受要放在那，不然很难清净，也很难平等。为什么？自我感受强，就是我执重啊，那就我排第一了，怎么平等呢？怎么平等恭敬他人？所以感受要放淡了，啊，老和尚教的"念念为人想"啊，自我感受就越来越少了。受想、思想，是别打妄想了，啊，一起妄想了，阿弥陀佛。所以也要对治这个想啊，妄想妄念要越来越少，佛号越来越多，因为一不念佛啊，就打妄想打哪个妄想最多啊？临终就被这个念头牵去投胎了。所以，我们能扶助这个对色受想的执着啊，这个往生应该就有把握了。好，那行不容易啊，行就是你连念头啊都不让它相续了，啊，这个不简单了，啊，世事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哎，这个。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啊！这个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不要太着急了。哦，我们现在的这个色受想啊，慢慢慢慢都越来越淡了，这个功夫就越来越得力了。所以念佛的时候啊，
不能急躁，一急呀、啊、就不清净了。不要呢求什么瑞相，不要希求玄妙。啊，不要想我要念到一心不乱，这些念头都是妄念。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啊，起个我要断妄想。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起个我要断妄想，你看他断得了吗？这种念头里面都不柔软的。啊，那可能就性格就是比较不柔软，哎，不念过去，不念未来，心才能清净。那么多过去烦恼、未来担忧啊，这个心很难清净的。人年纪大了。常常过去的事都会浮出来，这个就要谨慎了，而且往往浮出来的都不怎么愉快的，诸位同学啊，大家有没有观察一下，你常常想的事都是很愉快的吗？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装进来的都是不好的，好的不装，哎，这个要改这个心要清理清理了，装好的，坏的把它清出去了，这样才能称赞如来啊！你都装好的，一看到每一个人都高兴啊，见谁都欢喜了，哎呀，啊，感谢感谢，哎呀，3年前你对我太好了，是吗？哎呀，上一次就是你帮我的，人多健康啊！那不要计较人我，不要沾顾得失啊。这个得失心也是很容易起作用的，其实也是贪心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做好事也要随缘啊，不能增长得失的心呢。所以哪怕是为大众服务啊，也要越做越清净，不能越做越烦恼啊，把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给错失掉，可不行啊！策略要正确啊！这一生成就自己为主啊，度众啊，随缘，不要强求。然后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这个都不清净、不平等的所以要真心念佛啊。那藕益大师给我们说出啊，这样殊胜成就的3个原因啊，另外2个原因是属于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弥陀本愿不可思议。那弥陀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他发此大愿呢，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愿文并没有说上上品才做阿惟越致菩萨。中下品没有份，不是这样的。既然没有这些字样，则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做阿惟越致菩萨。
所以啊，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佛用平等法来度一切不平等的众生。九法界不平等可是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念佛啊，念佛法门呢，同样的方法这个记载当中都有那个鸟八哥。鹦鹉会讲话，后来念阿弥陀佛了，他也成就了，他畜生道也成就了，也做阿惟越世菩萨了，而且还有瑞相啊，把他埋了之后啊，开出莲花来了，所以度一切不平等的众生呢，九界同归弥陀愿海啊。一切众生以平等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成佛。实在讲啊，这桩事啊，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世界第一殊胜呢？而且阿弥陀佛当初发愿的时候，就是要。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这个国土要超过一切诸佛的刹土，这是他发的愿呢。而且他是实际参访了一切佛国度，优点呢留下来，缺点都不要。这所学校办成了。成佛最快，那大家想一想啊，一切诸佛啊，就是最好的老师了。老师的心愿是什么？学生赶快成就啊！那每一尊佛都希望他的学生赶快成就啊。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推荐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嘛，成佛最快啊。所以华藏世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带领41位法身大师都求生极乐世界。而且往生极乐世界的普贤菩萨说了：“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所以。普贤菩萨他老人家的普贤实愿怎么圆满呢？导归极乐世界才圆满的。好。所以这个法门殊胜那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一生的策略，成就自己为主，但是大家不要理解成自私去了这个要弄清楚你不以成就自己为主到时候搞得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到时候搞了去攀缘了，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么久有很多习气的，哇！尤其现在这种网络那么发达，卫星那么发达，你看我们接触的人事那么多，最近有一个同修有跟我讲到他可能开了点小悟了他觉得哎呀，每天联系这么多人呢，心都不怎么清净，这个佛也念不住了。他也警觉到了，
哎，有些人啊，还很引咎于在那种，哇，跟很多人讲话，这是挺有影响力的哦。哎，那个也会迷耶。色不迷人，人自迷；境界不迷人，人自迷。哎，有一些人还没入佛门呢，啊，他在人群当中感觉不受重视，啊，感觉没有发挥的这种机会，哦，哎，感觉还有点自卑啊。啊，入了佛门，哇，做什么事都有人赞叹，他很 enjoy 的。哦，所以要关心为要啊。啊，我记得老和尚讲过了。啊，有一次李炳南老师啊，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好人好事啊。”啊，在第二个“好”字呢？注了音了，好，好人好事啊，哎，所以佛家讲随缘，不能攀缘。不然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啊，你的时间精力都散开来了。我们念佛能得力吗？念佛是正修啊，其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是助修啊。我看忙东忙西的，忙到最后念佛都越来越不得力了，不清净了。哦，所以。这个我们清楚了，往生的利益这么大，不能掉以轻心呢、啊。往生就做阿惟越之菩萨了，我们能度的众生就多了。现在我们还是凡夫身啊。啊，做事要稳扎稳打啊，不能掉以轻心的。该尽的责任，好好去尽。啊，承德所接触的同修啊，有不少位了。哎，我看他们的孩子啊，内心啊都有心结，而且这些孩子是从小学的哦。哎，一观察他的父母啊，都忙到公益的事情里面去了，对孩子的关心比较不足。哎，也还在问我啊。哎呀，这一些外援哈，哎，哪一个比较需要我去帮忙都没有问家里的事，只是问外面忙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学大乘呢，刚刚说的手机是个挑战呢，再来呢，不懂伦常。不懂理，这个是个挑战。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呢、啊？道德仁义比较高啊，没有礼的基础啊，道德仁义不可能成的、啊。礼是天地之次序呀、啊，五伦就是礼呀、啊。你看《弟子规》开头“入则孝”，讲的都是孩子对父母的礼呀、
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不懂这些理，不懂得出必故反必面，父母在那里，孩子还没回来啊，急得半死，结果已经在房间里面了，都没有跟父母说：“爸妈，我回来。”你说这样的人，你把事交给他办，你不是提心吊胆？他都不能体恤父母的心、领导的心了吗？礼也是懂得人情事理啊，不懂人情事理啊，你要帮别人，越帮越忙我们听老和尚有讲过啊，他到圣依法师的道场。老和尚懂理呀，懂人情世故啊，赞叹禅宗，因为人家是禅宗道场啊。现在懂这个理的人不多啦，到了人家的地方了，讲什么？讲我想讲的，不是配合人家这个地方弘法。比方说，我们都是在老和尚的威德之下、护佑之下做事情我们是要呼应老和尚的一代实教啊。而且是完整的哦，不是抓一个角哦。你说我这个道场只强调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了。不强调扎根，那你不是把老和尚的一代实教，把对这个众生弃他机的这些有关他怎么当生成就的教法，你怎么可以把老和尚这个一代实教只抓一个角去弘扬啊？那是你的意思喽，不是老和尚的意思了。我们自己毕竟时间精力有限，老和尚所强调的对众生、对正法有利的，你的缘哪里比较成熟，你可以做这一块。可是老人家对这个时代怎么当生修成就的整体，你不能只抓一个角走啊，那变成我喜欢这一块。我好好来做这一块，你不能用你的喜欢呐、啊。你要能看清楚老和尚对一代实教开出的法要所以这个都不能顺自己的意思的。所以曾经这个有同修问扎根要扎多久？后来老和尚说：“我到现在还在扎根呢，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嘛，缺乏这些根基呀。我们刚刚讲到要学理呀，所以李炳南老师编的《常理举要》啊。”他老人家在序文，他的自序当中就提了，我们不懂理啊，很难在人群里面立足的，不学礼无以立呀。孔子教导李老说的学常理举要啊，达到什么目标？不让人讨厌的。一个人做不到不让人讨厌，能利益众生吗？他会让众生生烦恼啦。
哦，所以啊，那比方说，我们到人家的家里面做客了，到人家的道场去了，哎，你要以人家为主了，这是对人家的基本的尊重啊。啊，我听到太多例子了，都不懂这一点。哦，所以你不能强调的重点跟老和尚的团队不一样啊，那你不是在砸人家的场子吗？哦，所以李炳南老师说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呀、啊。不懂世故啊，会伤天害理的，会把事给破坏掉了。好，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啊，要扎根呐、啊，常理举要要学习。说实实在在话。我们现在该花时间念佛、读经、听经啊，就要花不少时间呐、啊。我们不扎好这些基础啊，说要去度众啊，不太容易了。哦，所以刚刚那个自修为主啊，不是自私啊、哦。哎。我们要先把功夫下在格致沉正、修身上面啦、啊，不要一激动啊，就跳治国平天下去了。啊，要立众啊，不是一时激动啊，要用理智啊，正己化人。啊，我们就不说别的吧。我们很难放下，要去劝自己的亲人，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很难放下。你很难放下，你每天都有很多烦恼，然后去劝呢，又吃力不讨好。人家又不接受，你还郁闷。这个知所先后啊，要先正己啊。我们都不花功夫在正己了，就急着要去劝别人，这个都是习气呀、啊。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看我们别攀缘了啊、哦！啊，我们做到让人家感动啊，人家来问我们，哎，你是怎么修的？哎，你觉得我应该调整什么啊？这不是很自然吗？啊，干攀缘的事都会适得其反哦。我们总结总结经验啊，哎。啊，为什么我们劝另一半劝得没效果？哎，我们找不出原因出来，那不能改善啊！什么事不离因果啊？若真修道人啊，见世间过。啊，要收回来了，不要去见世间过了，拉回来，内圣才能外望啊，正己才能化人。哦，所以孔子看子贡在批评人啊，孔子说：“端木赐啊，你很贤德了吗？夫我则不暇，我没有那个闲工夫去批评别人啊。”真正在自己身上用功的，
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哦，这孔子把修行的状况说出来了哦。哎，英雄所见略同。下联居老居士说了：“学道之人无剪爪之暇啊，连剪指甲的时间呢、啊、都没有啊。大家有没有经验呢？起了个念头，应该剪指甲。”结果3、5天还没剪，因为每天都在念佛、读经、啊听经，忘了啊，连续好几天都忘了剪指甲了。哦，那这个是好现象。哎，你不能管这个闲事，管那个闲事，管到没剪指甲，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哎。对，安有时间说闲话啊？还有时间张家短、李家长，不行的啊！哦，所以大家去体会一下，自修为主啊，真的是知所先后啊，格物的功夫要下，不然怎么正己呀？我们只要不正己啊，劝人，人之常情，人家不服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对峙的手机要对峙啊，要懂礼呀，要懂敦伦敬分呢，哦，还要调伏浮躁啊。人不调伏浮躁啊，铁定说错话，铁定做错事啊。因为心不定，心行一如啊，心不定，言行一定会有偏差。所以古人留了一句啊，为学第一功夫，功夫要先下在哪？祥得浮躁之气定，啊，小耳语第一句话，一切言动都要安详，时差久错，只为慌张。哦，这一句话总结我们所有的差错，问题在哪？慌张。心不安定了，浮躁了。第一功夫不下了，就没有第二、第三功夫了。就好像一层楼，第一层楼不盖，不可能盖第二层跟第三层呢。哦，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啊。一言一行。安不安定，缓不缓和，所以涵养自己的涵养修养要提升呢，全得一缓字，能不能缓下来，定心安定下来？诸位同学，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讲话？比较慢下来了，啊，有没有觉得吃饭比较慢下来了？哦，这个要自己检查了哦，这个别人帮不上忙啊。哎，哦，当然，你平常缓慢啊，突发事件啊。你可不能缓慢啊！突发事件了，那是特殊情况啊！啊，当然要提醒自己啊，哪怕
动作要快的时候啊，心不能乱。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就是这个真心啊。好，我们看呢下一段经文啊，第21愿啊，悔过得生愿啊，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众得本，自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这是21愿开头的一段经文，而这一段呢，在整个愿文里啊，承先启后，可以看作是第12愿到第20愿的总结，特别增强我们的信愿。十方众生呢，自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自己有份啊，要直下承担。闻我名号啊，是信解；系念我国呢，是愿行。我们前面呢，曾经跟各位谈过，念佛的人很多，但是对于名号功德啊，知道的人不多。要怎样才知道名号功德？这一本《大圣无量寿经》啊，就是名号功德的注解。你把这一部经彻底明了了，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对于持名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才真正有信心。所以信是从解来的。下莲老有提到了，理名，这个名号的功德的道理啊，明白了，理名。信生，深信不疑了。万德洪名能灭众罪啊，不怀疑了。信生则愿切，愿切则行专。这理名信生，愿就切，行就专。那这个念佛的功夫就越来越纯了，功纯，业就净，三业就清净了，业障能消除了，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了，功纯业净啊，妄就消，真就显了。这些话很有味道啊！妄消真显了，就深深唤醒自己了。而一开始是理明啊，所以师长这里讲了，你信是从解来的，你理解了，理明了，信就生了。如果没有解就信了，这是迷信。因为对于事理啊，完全不知道就相信了。但是迷信理也附带条件。佛不妄语，我相信佛的人格。佛说话，我相信。
这个信呢是有条件，因为他相信佛不会忘语，所以还不算迷了。啊，我们想一想啊，哎，一个人对佛讲的话都不怀疑啊，这样的人多不多？哦，我看学过科学的人好像都不会这样。啊，现在没有听过经就相信佛讲的，我都不怀疑了。往往都是不识字的人比较多，都是学历不高的人比较多了。大家留心去观察观察，都是那个乡下的。老人家比较多了，他们都很善良啊，淳朴啊，啊，那个物欲啊，染不上他们了啊。子女给他拿很多钱回来，他都存着，他每天劳动啊，哎，所以一个人不怀疑佛说的，他也很有善根的哦。他也是有来历的啊，虽然他学历不高啊，啊，有时候这个世间看事情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有些人学历很高啊，所知障严重的不得了啊，啊，染污很多啊，哦，所以虽然理事不知道啊，相信佛的人格。相信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哦，佛教我们不妄语啊，他一定不欺骗我们。这样的信是正信。啊，正信是信佛，但是理事还没清楚。啊，理事搞清楚之后啊，即是真信，比正信啊还要进一步。啊，真的相信。啊，如果在行持里真正体会到这个境界，那是真正的真性了，是证明了佛所说的。哦，我们有看到啊，啊，像刘树云老师，他念佛把红斑性狼疮都念好了。他有体验到了，体验到的人呢，还用人家催他？哎，多念点佛啊，那不用人家催他得真实受用了，啊，哦，他是分秒必争，在修了，啊，哦，我们也有遇到同修啊。这个上辈祖辈啊，做的事业啊不好，哎，比方堕胎，哦，那个业力就大了，所以啊，都有干扰了。哦，后来啊，听了啊善知识的话，哎，人家给他一指点了，他接受了。净念佛堂啊，念3个月。哎，那也很不简单呢。哎，叫我们念3天可以哦，叫你念10天你就嫌闷了。他能念3个月哦，后来所有这些干扰都没了，就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真的是大医王啊！这一句名号是阿伽陀药啊！你看这种精神的干扰都能治啊！重要的是相信本念呢。哇，那他体验到这个
佛号对身心的受用呢，他就欲罢不能了。哦，所以师父这里说的，行持里真正体验到了这个境界了。那是真正的真性啊，证明了佛所说的。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祖师的法语啊，哇，看他们那念佛念到，真的是法喜充满。当然我们看了羡慕了啊，老实念佛啊，可不要求那个境界哦。那是水到渠成的，操之过急会适得其反。哦，所以呢，我们看下老念佛佛光三昧颂，你看他体证到那个念佛的益处他说：“阿弥陀佛，大圆净啊，无量光寿。”体相用，我在光中念弥陀，我在光中念弥陀，在什么光中啊？在阿弥陀佛的光中念弥陀啊！自自光明从口出啊！这个有人给我们证明了啊！善导大师一念阿弥陀佛，就有一尊佛。化佛出来了，自自光明从果出啊！光化甘露灌我顶啊！随身遍照诸毛孔啊！一一毛孔又放光啊！身心融现光明床啊！哦，这一段句子很精彩啊！他后面说：“称名时即遇光时啊，珍重此时莫空过信闻如来亦方便啊，遇到佛开的这个特别法门。”苦乐忙闲莫停身这么大的利益了，要抓着啦，珍惜着啦。哦，就像印祖说的：“谁忙谁闲，不离弥陀名号啊。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啊。”哦，所以这些祖师都是一鼻孔出气啊。强调的都是相应的哦。好，所以由此可知啊，三福里啊，读诵大乘啊，多么重要，不能轻视。因为我们读诵大乘呢，深入经藏，我们理解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理解了阿弥陀佛的大愿，理解了名号的功德，我们深入经藏了，了解我们这个信就更深了，愿就更切了，行就更专了，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好了，何必还要读经？何必还要听讲？如果不听经、不听讲那得学老太婆、老阿公那种方式，死心塌地的念到底，那是正信，没有问题，能成就。如果做不到，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那还有怀疑，还有业障，
还会被外面境界动摇。换句话说啊，那就要明理，那非读诵大乘不可了。哦，老和尚讲经都有提到啊，这样的老太婆、老阿公啊，人家骂他，他不被干扰啊，笑着哎，阿弥陀佛啊，当然骂的人也骂不下去了，啊，人家真的是念到底啊，啊，李炳南老师啊，跟老和尚说到了啊，很想学。老阿公、老太婆啊，但感觉学的不是太像哦，所以这个假如没有办法做到死心塌地念到底啊，那还是得要读无量寿经了，深入大经解了。哦，所以不需要读诵大乘的佛法里讲啊，只有两种人呢、啊。第一种是上上根人，不需要，因为他们闻佛说法就大彻大悟啊，像六祖大师这样根性的人呢、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种是下愚，他不想理解佛说的，他相信，绝对不怀疑。那周立盘陀解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尊者就是他佛给他一首偈了，他就一直念，一直念了啊，念到底了，业障就消了。啊，他不需要听道理，他不要麻烦，简简单单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好。啊，这两种人决定成就。难在既非上根又非下愚啊，这种人难办。啊，所以佛49年苦口婆心都是为这种人。啊，上智跟下愚好度，几句话就解决了，他们就成就了。佛讲千经万论的，都是为中根人说的，为我们说的啦。这就说明啊，读诵大乘非常重要，你才真正体会到名号功德。啊，唯有理事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死心塌地发愿念佛，这才是系念我国。啊，我们深入48愿，就是。也是读诵大乘的精神，啊，把阿弥陀佛的48愿了解清楚了，啊，哎，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就懂得系念我国了，啊，所以现代人讲的知识分子啊，如果不把真相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很难相信。很难接受。那接下来，老和尚以自己啊现身说法了，啊，自己本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啊，哎，我算是很幸运呢，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我搞了30多年了，才搞清楚，真不容易。还有许多人搞一生呢，都没有把事实啊搞清楚。哦，那老和尚85岁之后专讲大经科注啊，因为黄老这个注解真的能帮助我们把无量寿经啊了解透彻。哦，那就这个信愿行啊。就能相应了。换句话说啊，
对念佛半信半疑啊，这一生就会很可惜了。啊，研究透彻了，这个疑就没有了。啊，就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来念佛了。好，啊，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